你看这个东西啊，看它可不可爱？这个是买给我跟穆锦生的小闺女，她叫小夕颜，上个月才刚刚出生的。看你这样不男不女，定是因为我穆锦生为了躲避胡勇才这么办的吧？穆锦喜欢你，你想多了，穆锦只是同情你而已。穆锦诗，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啊？我跟穆锦一起中了这个生生不离，你也知道我们的过程是怎么样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以为我真的是一个喜欢小孩的人吗？为什么我知道你跟胡勇在山下，我还是要出来买东西？因为天底下的父亲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女儿的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他的这个事情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哦，你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他的脾气是什么，当然不会知道我们之间的小情趣，正常正常。段月荣，干嘛呢？救命啊！心里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谁呀你？啊，还打你？怎么欺负我们家干什么？欺负我干嘛呢你？走啊你！滚！快走！走啊你！走！赶紧滚！走！还赶紧走啊！